伫夜深，解开了故事的谜底，注定一百年的甜蜜。大手卡的你，可爱的你，当作无我的你，若哭若笑，若会当无爱你。两人若是搁一摆着拄，我牵起你的手，我会偌济忧愁等待安怎来的时阵。若是会使，我想甲你飞去海角天涯，好时间停止，毋通悲哀。到这为止，一百年，只靠开，无你袂喘气。目一年，一百年。留予我卖放着伊，若是会使千年一摆相依茫茫人海，千年的等待会着是爱。红线牵过红妆轮回的秘密，我飞落勇气，你是我。你讲你是我。嘿，你是我，安尼我嘛是你，安尼我嘛是你，啊你是我，你是我，啊我是你，我是你，啊到底我是谁？啊你是伫倒位啊？啊我即嘛伫倒位？上过袂去的过去。Yeah, 哇、哎、谢谢大牛哥、哎、我还记得、人家教我说碰到这年轻场所一定要说 NSM 什么东西啊，我也有年纪了，是什么意思？ 不知道，说现在年轻人很流行、不知道 NSM down 哦、down 我知道、down 我知道、damn 对对对、对对 damn、damn 到 damn、我年轻人我也有 follow 哦、表示你老了，对我了这个这个那我是不是可以下台了？哎、因为反正本尊来了嘛，不真的总算合体了哈，对对不对？总算合体了，这个我觉得缘分就是这样，很奇特哈。对，我跟他认识是那时候就是。刚开始我的那个点阅非常低，有没有？觉得那时候走投无路了哈，走投，然后去做了这个 YT 以后，那时候点阅真的非常低，才1000多而已耶，1000多。然后他进来就来上我频道，然后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是走投无路了才来上我频道？对，发现了，